ATM 又不是你家的，你可不可以请你离开？我要用 ATM， 请你离开，请你离开，没有要用，一直录我，为什么一直录我？我真的是不太明白耶。不是要用，快用啊！绑着马尾的女子占用超商提款机十几分钟，似乎没在使用，却不换人。后方男子等不下去，出言询问女子可不可以离开，没想到却激怒对方，双方爆发口角，拿出手机互拍搜证。哎，你超级奇怪的！你刚刚在那念什么念？因为你不让我用 ATM 拿，说我是怪人，又打电话报警啊！争执发生在新竹元培路上某间超商，双方唇枪舌战，互不相让，女子还扬言要报警，说男子是怪人，还要告他妨碍名誉，夸张言论让一旁用餐区客人传来阵阵笑声。出门领钱竟然跟人吵架，男子简直快崩溃了。你现在是强制要我输入我的账号跟密码，你要知道是不是？奇怪欸。两人僵持了将近五分钟，过程中还有一名男子无视两人争执，上前操作提款机，民众看了也认为女子有点夸张。去别的啊，又有点没礼貌啊。自己用那么久的时间，还有理由去跟别人吵，不太行。ATM 争夺战就发生在24号晚间9点左右，双方僵持不下，警方到场后两人才停止争吵。现场双方虽然有争吵，没有违法情事，欲切导排解后结案。钱没领到，还搞得一肚子气，实在得不偿失。记者何孟谦、黄汉新竹报道。我是徐国豪，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，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，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，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，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。更多新闻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